迎下一位。你还在等车里真少看，厝边绿山也有一支石虎伞，山那枝啊，木雕秋千歌。红头树三生台你的爱海岸。大家好，我不是沈文成，我是长荣大学气管系一年级张英豪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你的确有那个沈文成的 feel 哦，长得也像哦。哎，长荣大学真的是人才济济耶哈。很好很好，对对，谢谢。唱什么歌？动力火车的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好，请开始。这城市满地的积雪，风一刮向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。黄灯了，人没看过见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又投喂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影，看见的每一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哦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的踪迹，你我的点点，我从绿做导演，心从灰跳到黑，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从小东路走九遍，抓过陌生人潮，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了匆忙，有人爱的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谢谢。你唱歌非常神色自若，非常乐在其中，而且非常短班，我觉得你很享受你的唱歌，我听了其实也蛮享受的，恭喜你过关。谢谢。欢迎下一位。我是来自长荣大学会计系的柯秉传。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。什么？你说你叫什么？柯秉传。你刚才讲柯秉传，太紧张。柯秉传，来带了什么歌曲？萧煌伦的《原来你就在我身边》。自弹自唱吗？对。好，请加油，请开始。在太阳下，我们等了好久的车，让时间拉长了影子。也许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，你也是这样想吗？常常不知所措的想，好想跟你好好说话，我们的世界可能有时差，真的感受你对我好，而我也都知道，很想大声地说我很想念你，原来在我身边，我
却一直没发现，想在一起的画面瞬间胜过永远。我会陪在你身边，梦会实现在这个季节。我看着你，看着原来你在我身边。谢谢。你今天唱这样，我想把这束花给你。我觉得他今天对我是我听到唱的最好的一位。对，今天压轴哦，压轴。第二是至少我跟你讲，今天的男生里面你唱的最好。其实我觉得你唱歌已经有歌手的味道，而且你唱歌那种你咬字的方式，跟你处理那一种转音跟尾音的那一种情绪，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耶。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选手。谢谢。OK， 大声说你过关了。我过关。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晚上听得开不开心？玩得过不过瘾？真的，你们太热情了。今天晚上大家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夜晚。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我们最劳苦功高的三位评审老师，我们感谢黄淑俊老师、黄国伦老师、陈国华老师。本次南部海选1800人参与初试，34人进入复试，16人取得进棚录影资格。下周超级偶像海选现场即将移师到彰化建国科大，究竟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选手将在这所学校中诞生？超级偶像。